少女时代门面任何甜美外形和清新气质，从出道以来就超有人气，也经常被封为最美的女团成员代表。近日任何受邀登上杂志封面拍摄一系列美照，虽然许多人无法理解所谓的时尚造型，几乎只有任何的脸是漂亮的，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不过拯救了一切的颜值却让化妆师有意外的担忧。先前任何的化妆师曾接受访问表示，帮任何化妆的最大重点就是要比素颜好看，万一化了还没有素颜好看就糟了，完全是素颜美人才会有的烦恼。毕竟润儿不用什么装扮就已经够美了。而今年润儿可说是行程满档，除了正在忙着和李钟硕拍摄新戏 Big Mouth 之外，还与玄彬安普贤分别合作新电影《机密同盟二》及《两点的约会》，让粉丝们相当期待。忙碌之余，他也不忘在社群网站上替最近 solo 回归的队长泰妍发文宣传。永远的少女时代团魂真是太令人感动啦！Thank you.